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刚刚对啊好不容易约到你看了一部我其实蛮忐忑的，因为我很怕不好看哦。对啊，我是看时间哪个可以，我不是看片子。对，然后好不容易约到你说今天可以，其实我就你答应的时候我还想说完蛋了，要是这片不好看怎么办。不会啦，我刚笑的也是算夸张。对啊，就还好，就还蛮好笑的。这部片的中文名字请说。等一下，我翻一下。我为什么会 Q 他？女孩，我忘了。女孩，老娘被转走。对，老娘，老就是想要。老娘也要当间谍。对，老娘也要当间谍。然后英文是The Spy Who Dumped Me。嗯，怎么翻啊？这个甩掉我的间谍。对，所以你怎么联想？两个都不好记啊。对，不好记。可是其实英文的片名是像1977年的那个007致敬，有一集的007的英文片名就是叫 The Spy Who Loved Me。 哦，对，所以他就故意就是原来是这样，因为这部片也是间谍电影，然后是喜剧的类型，然后就取了一个跟007一样的片名，然后充分的就是这不叫嘲讽，这叫什么反讽也算是嘲讽。对啊，然后把这个类型有点翻转，然后其实我们很对，我们很久没看到两个女生的主演的电影动作喜剧。哎，你以为是喜剧，你以为的是没有错的，但是里面动作哇塞也是有够多的。我们三个人闭眼睛的状态也是算多的哦。对，然后我曾经该残忍的残忍，你还记得我有一度是抓你们两个的袖子吗？这样很紧张，这么大声，对，就是怎么会动作片这么多啊？哎，很紧张，很紧张。你知道，因为我身为一直都是喜剧演员，嗯，我不要拍这个。我还想说问你说你想演哪一个？觉得好累。我本来是想演那个好朋友的，哦，就是那个金发那个女孩，我觉得她的角色好厉害。哎，她是她怎么这么厉害？她里面的台词超级爆笑。哎，我觉得很多搞不好都是他自己就是即兴演出。我就在想说，如果是他即兴，他真的非常厉害。你有看《魔鬼克星》吗？新版的吗？雷神的那个，四个其中一个。对，他是其中一个。他其实他是 comedian 吗？对，喜欢看美国综艺节目。你每个礼拜六如果看 Saturday Night Live 的话，你上对他是班底。怪不得这么天分。对啊，他很会搞笑。我觉得跟他对戏应该很难不笑。对啊，剧本跟导演都是同样一个人嘛。是一个女生导演 Susanna 好厉害。对，非常厉害，女生导演出来的女生为主的电影，然后又是动作片，动作绝对不含糊。这动作也太认真了吧。我那时候觉得哇，这是没有在开玩笑的。然后因为他有一幕说，哎，这也太真了吧！对，两个人从天上飞下来，就是为什么不想开开玩笑，或者是用些镜头闪过？没有，就像有些，而且你会觉得这是花很多成本的一个喜剧片，大成本，很大成本，走遍欧洲每一个城市都去了。对，你有看到那些幕，就觉得哎，又带你去。对啊，还有匈牙利、维也纳，对，这些都还没去哎，好想去。还有捷克，他们有一段是就是结合了体操。所以他更就是他打架那种是你会听到骨头的那种的感觉，就是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女杀手的眉毛，没有吧？他没有眉毛。我觉得现在就是女坏蛋真的是都好，对啊，这部片的女生角色都很突出。对对啊，这边有男生吗？哦，有那个男主角很帅。你喜欢哪一个？前男友还是前男友？我没啊，讲实话，前男友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这个演员。哦，怎么说呢？他前妻是珍妮弗安妮斯顿，然后他们现在有点不愉快，所以你很挺珍妮弗安妮斯顿？就是我挺女生啊，这么成熟的理由。对，我也挺你。我讨厌他。对啊，所以没有啦，其实那个男生他一直都是那个贾斯汀瑟鲁，他一直都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也是自己会编剧会导演，然后也是有做一些喜剧的那个剧本电影的演出。应该说让观众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皮皮娇娃，这样跟是珍妮弗安妮斯顿的前夫。对，前夫。那刚刚讲到男主角。 对啊，我觉得那个后来那个男生其实蛮帅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他在很多幕都很刻意这样？因为你知道吗，他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啊，他好像就是一定要摆某一种角度或 pose 他才帅，是不是？你有发现？你们去看就知道了。你会觉得看这种奇怪，有一点点小奇怪，但是我说不上来哦。他只要是动作戏，看得出来是他亲自上阵，因为就发现他没有那么那在动作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帅。可是他只要一静下来，然后讲一些深情款款的台词，或者是要电人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帅。就譬如说，本来我们这样聊天嘛，可是他忽然发现，他可能忽然发现要去拿那个东西，他会忽然就是要去拿，但是其他个角度。真的感觉，想说他很像 model。model 去演戏，所以会有一个，还是我要说导演很爱他，就是一直拍他耍帅，就也不是说耍帅，就是像小八讲的，他某一个角，就是你担心说，就是有一些男孩或女孩喜欢耍帅，但是耍帅没有无罪，耍帅无罪，但是你要耍帅的，没有痕迹，但他就是有痕迹。啊，你看到哎，在耍帅啊！哦，然后我在想说，导演是故意的，就是故意就是让他，因为像007啊，像就是这种间谍片，就是那种男主角就是故意，就是故意耍帅，多一拍吗？对啊，是多一个那个不知道啦，这是我自己的解读。对啊，因为对帅哥我总是有比较大的容忍度。然后刚查一查，我想说，哎，他是不是有演过什么电影什么？其实他没有，他大部分都在演美剧。所以这部片算是他难得的大荧幕的作品，大家如果喜欢看帅哥的话，可以仔细看看他如何的耍帅。对，他算是又高又帅啦，对，对不对？有身材又有胸膛，对对对，就是在就是外表上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对，但是我很期待你们跟我们聊那个他耍帅的那个 moment， 就是很多很多，哎，多到不行，哎，从他一出现到 ending， 哎，他是就是他只可能只是花瓶，没想到是主角。我俩的反应也太真实，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俩完全没做任何功课，也没看任何素材，就进去看电影，就会有这种状，就会有这种反应。我很喜欢我们的反应，对啊，就完全很真实，完全没有想到，意想不到，所以也会看电影的时候也会笑得很大声，因为很多意想不到的笑点。你就是请讲一下你身为那个翁瑞怡的朋友，你的感觉是什么？首先翁瑞怡真的是一个没有那么多、哦、OK 我刚刚本来想有一连串的脏话、oh, 我帮你逼逼，我觉得就是你要相处才会喜欢的女孩，对，她平常朋友真的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可以不要那么诚实吗？如果说你跟她相处一个小时，你可能会跟我一样有一样的表情，就是不录了，没了。但是你跟她相处两个小时，你就会慢慢把你的白眼黑眼球往下坠，就从这边上。刚刚没看到你的白眼，第一个小时是这样，你不够白，不够白。对，我就是想要跟黑人女孩一样白。然后第一个小时都是白眼 ，OK， 然后慢慢第二个小时就越来越正常，第三个小时你就会喜欢上这个，哦，没有，到第三年你才会开始喜欢上这个人，是不是？差不多，我们三年后才成为朋友。以前都是那个公事公办，以前很公事公办，以前我们到每个礼拜，而且我们因为你一定很恨我寄脚本给你，我很恨他，我就想说你以前怎么虐待我啊，然后到底要看多少？我想听这个。哦，那我想 skip 掉 ，OK， 就是他以前都会怎么虐待我，就是大概就是我们要访问的脚本就是这么多吧，所有的爆脚本都知道，不可能不，对啊，这大家都知道嘛。啊、然后重点是他都是英文就很烦，啊，那没办法、啊。对，然后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有请爆脚本帮我们找资料，已经有个就固定的吗？没有，就没有固定，就是请，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去摩天大楼跟 Mission 两个连在一起太忙了，所以我就征求说看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就真的很感谢有两位很贴心的爆小粉有帮我们找资料，找的也是两位多，哎，真的、啊、找这么多，而且重点是他们贴心到他帮你把字型啊、段落啊都通整齐，都弄整齐。比我还贴心，因为我收到的都不太
就是字有的很大，比较随性。对，我都只是贴上去而已，他们真的很用心。我觉得看这些资料不是难处，我觉得看归看，因为只是一个被动的，你知道，吸收资讯。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拟出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难。我记得我工作2年，我的问题好像有被采用过一题吧？有啦，有很多啦，就是很少。小芳，你应该明白。有，他常常就是在旁边就是念一些问题给我，但我就哦好。对，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到有啊，你们常常都会丢一些 idea， 然后让我就是从这边再去想更好的啊，所以也是很谢谢你们。这部片叫什么名字？老娘就是要当间谍，老娘也想当间谍。哦，老娘也想当间谍。哎，他们两个的友情的故事还蛮可爱的。对啊，我觉得就是编剧有，编剧有用心，但我们没有那么坦诚。你们可，哦，所以你们如果在讲秘密，彼此秘密的时候，不是，我觉得台湾女生，你会跟你最好朋友讲那么私密的事，上一任男友怎样怎样怎样？会啊，会哦。我会讲，只是我现在没什么记忆，所以就没办法讲。但是就是我会讲，包括一些有关于比较 detail sex 的事情，我都会讲。那我跟你不够好、啊。不是，你可以问我，你只要问我，我都会讲。你们只要问我，我都会讲。就但是就是没人敢问啊。对啊，谁敢问啊？就可以问啊 ，no big deal。但是不要现在。我很努力的想要从脑中逼出一个问题，但我真的，因为你就不是这种人，因为他们里面有一段好姐妹在就证明真实反应，就是彼此测量彼此的默契，就要讲对方就是真实的事情这样。嗯，好难呢。我也有你什么很多真实的画面啊，真的，我也有啊。在脑子里、啊，不要绝对不要告诉别人，因为我们其实都大人了，你知道，因为这些其实看到也觉得还好啊，而且我都会跟你讲。我现在是真的定格。哎，看我哭吗？对啊。没。有啊，看电影的时候啊。看电影不算啦。我看电影不算，你就是私底下说，啊，不是，好委屈啊。有啊有啊。没有。哎。对啊。那我看过你。你是个坚强的女孩。那我看过你哭吗？你现在打我一巴掌就看到 ，OK 好，OK 啊，等一下啊，这个电影看完这部片就是可以想到这么多朋友真心话，就是两个好好聊聊，对啊，就想到一些平常不应该想到的事，对，就像我跟粉丝之间，我也会跟他们讲说，就是我也不是一直都要摆出很棒的那一面给你们看，我也是会说，真的是很困难的一天。然后就觉得很烦，我也是会跟他们老实讲。对啊，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真的很可爱，因为常常会截出一些我很丑的图。没啊，开玩笑啦。但是你应该只是觉得好笑，对不对？对，就好笑啊，是很有幽默感，就觉得好厉害哦。就是你们怎么那么，就是影片真的很快，你们是按了多少次可以截到，就是很呆的样子，就很好笑。对啊，因为没有你们，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这么呆，这么丑。对啊，谢谢你们，很谢谢你们一路上的支持，真的。这部电影我真的还蛮推荐的，1到10分你给几分？7.5好了。哦。对啊。我给7.8。嗯。干嘛硬要比我多零点三？他都是中间。为了友情啊。翻白眼。所以你接下来很想看什么片？因为你好多，你连阿汤哥都没看的，超夸张啊！对啊，啊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当我打开，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时间要去看电影，也不知道看什么，因为太多。没有，因为我身边重心已经不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看什么了。然后我再回想，哎，为什么最近都没有试片要看啊？然后想说，哦，原来是因为你都没空啊。我贴了大概5天的试片给他，就没有办法，只有一天有空，就今天。对啊，我很想看那个啊，我好朋友的片。啊。对，然后我也很想。可恶！5个姐姐，那个片的正确片名是5个，我有5个姐姐，我就注定要单身的雅。哦，对，然后我都简称为5个姐姐。还有另外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啊，有这部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映，因为我才刚那个配音完，然后。你知道配音有多难吗？配音很难啊！我真的入行10年来，这是我配过最难的音。你知道，就是因为电影的配音，怎么说？
语气、口气、啊一啊呜、哈嘿，都要精准到位，因为被放很大。嗯，我没有记错，我大概可能只有20-30句台词，嗯，我就花了4个小时。以真的以你来说很多哎、欸，因为你算是快很准的是。然后你，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嫌那个电影里面那些人语气很假。好，你们不要这样子苛刻，我真的好累，我真的听起来像配音，这些都不能。我配到很崩溃，真的、嗯，一直被说不对不对。对，我的口条我一直都没有觉得太严重，嗯，但是在那边我就严重到翻掉，就口条烂到炸，就是带这种感觉，很挫折。然后就是那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就是在那部电影里面，反正我有客串，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就期待今年可以看到小，好像很久没有电影了，对不对？你对，上一部哦，就我这样连拍3部哎，你看。对啊，所以我们会接二连三一直看，每半年就看到你一次，宛如巨石强森。而且女八我都要出来，我都要出来访问。那你可以自己访问自己吗？可以啊，我觉得很出色。我刚刚说你是台湾的巨石强森，我是台�湾巨石强森，因为巨石强森那一年是3部，我觉得，但是他巨石强森每部都主角啊。管他的，你有机会有3部，然后之后就会变成每三部都是主角啊！希望如此。对，阿森啊，向你看齐。对，重点就是大家进剧院去支持，好不好？好啦，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希望还可以看到你哦。See you next time。好，拜拜。小帮手放下吧。哎、欸，你胸部啊？哦，是啊。